大武光瑞，他在那个大武光瑞，应该是个有钱的商人，他好像很多地方都有。
那我们的一些考究里面，还有日本的专家也帮我们去厘清这件事情。他认为，有三叶虫的材料移植到这个地方来。当然，在这个大楼方面的一些论述里面，大概也有说到这个事情。好，所以这个我们就认为那时候必须要走到这个日本的江苏来厘清这件事情。好。请问你们是在录影吗？请问一下，那您录影是有做什么用途吗？
走错的地方，我们路折回啊。